好了。可是门打开的那个不知道这是酒吧，因为标在这边。我在办公室。就最高。Just the boy who dwells in dreams and fantasies. 大一点，大一点。Please send me reaching out for someone I can't see. Take my hand and say we've got tomorrow. There's late and sometimes it's just the one night stand. I'll be.Don't you be demanding back his arrow. So let's get drunk and out. Tears and blood. Tell us the reason. Who's the reason about you? It's down the season. And it's down the sun that you're searching for me.说不出来的成就感，真的哦。对，因为不会被人家赶来赶去。哇，终于可以
人自己上台了。平常我们这边也有卡拉 OK， 你们有唱过吗？也下次可以来尝试看看。对啊，而且呢，我们后面这个墙壁也是很厉害的小帮手跟老板。对对，特别介绍一下这个，我们前面这三位小帮手联合跟我画出来。对，要特别来介绍一下。熬夜哦，真的，掌声替他们鼓励一下。小帮手超非常非常谢谢他们。对，很厉害，很有才华，而且每一个都很棒。对，因为今天那个老板有点落寞跟我说，都没有人发现这个墙壁，可能画太好了，人家以为是壁纸，你知道吗？我觉得是画太好了，贴上去。对，这其实是那个大家共同完成，而且还有那个手作吉他也是，哎，好厉害。那也是画的，嗯，对，也是我们自己画的。刚好跟那个客人喝蓝眼泪相会应。对啊，就是蓝眼泪吉他，对不对？作者是是是谁？是你吗？明珠，还有和其他小帮手一起。对，啊，还有这个是彩丽，对，然后哎，另外的佩柔呢？我还在外面。哦，在外面那个招客。好，辛苦了。还去厕所？好，我们今这两天加入新伙伴是宇轩，对对对对对。今天是第几天上班？第三天。第三天了。第三天还习惯吗？还 OK。你觉得这个跟你想象中的马祖有差很多吗？之前没有来过东营，第一次来。哇，那时候怎么会选择东营这个地方？很内行哎，因为来马祖的人都知道那个南竿北竿，但是东营很漂亮，东营是最漂亮的。难道是运气？就是刚好看到的这样子。哦，就在那个小帮手那个版，对不对？啊，就是缘分的关系。对呀。好，那我们再来这首歌是《狮子王》的歌。最近很流行啊。对，最近拍成那个 Animal 频道的版本，那个动物星球频道。超可爱。因为太写实了，你觉得好像在看 Discovery 这样的感觉，跟以前的卡通版差很多。好 ，Can you feel the love tonight？ 看吗？新版的。对啊，虽然东影没有那个电影院，不过我们听一下音乐，感受一下那个画面。然后我们有很多那个网络都可以连到。我等一下会做配乐。还不错，有像。好，来喽。好。等一下找一首歌你来唱，我觉得大家都想听你的声音。耶、yeah. ！对啊，他曾经是果客哦，留长头发那种，还比艾瑞克长哦。在水沟滚来滚去，清水沟的是不是？好，出锅了！我看在中尾啦。我猜，我猜。
是没有，他们想说啊，我要来唱。
听他价钱。正在点餐中，等下我们再来聊。我们先来准备下一首歌曲。看这个，不是看这个。好，下来继续听。有声音。等一下，我们就随时给他嘟下去。好，再来这首歌叫做《Honey》，我是想要为了要让大家听一下我们老板俊仔哥的声音。如果是第一次来到我们店里的话呢，这间里面很多的摆设，包括上面的灯球啊、墙上的照片，都是老板非常厉害自己设计的，包括马克杯，就是一个活体艺术家，新鲜的哦 ，fresh。这样讲可以。好，再来这首歌叫做《嗨你哥》，很可爱的一首歌曲。那希望大家今天跑步嘛，刚跑完步就好好的来放松一下下。好，这首歌快轻快送给大家。四个女生主题，然后最近很期待。我很紧张，我那个全身在冒汗。来，在冷气下面哎，有发光的。好，来，哈尼哥。想念我不要不要离开你，但是小河上出去，我的心就像那个陌生的蚂蚁。哦，我会等你，我会想你。
很认真在录影，所以我想应该会变成他的把柄。你要是把影片对着你放这样子，糟糕了，要回去看一下。不会啊，哎呦，有新朋友来了，哎呦，欢迎呢，我们所有的来到烧酒窝的新朋友。啊，兄弟，其实大家都是老朋友，我才是最新的。我才是你们的新朋友，哎，我是新朋友。这里太少了，对啊。这第一次在这边表演的，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啊，所以也要常来，知道吗？哎，这边这一场这个大活动是在小酒窝的第一次的大活动。第一次，其实我们小酒窝之前是这个音乐教室，对，我是在这边做文创，做音乐创作，对啊，然后就慢慢，然后慢慢的把它做成这个音乐吧。对，就是一个自己的一个舞台，然后用音乐跟大家交朋友、分享出去这样子，所以蛮开心。到这边，今天算是才刚满一个月而已，对，刚满一个月，对，所以蛮开心。现在这个都是小弟的作品，那个摄影作品，对，我拍的。然后这个刚刚介绍过，这个墙壁是我们自己动手画的，然后。你现在看到所有东西几乎都是自己做的，对，现在是这全部。你现在看到的摄影作品全部都是我拍的，对，都在东影拍的，对。啊，去年是不是？去年在宝藏岩是吗？是去年吗？对对。去年在宝藏岩办过一次摄影展，这样子，对。啊，然后包含这个，我们身上穿的这个活动 T 恤是我们这次的活动。当我们同在一起，他身上这件也是。东影，这是他自己设计的 T 恤。东影设计，东影灯塔的 T 恤这样子，已经卖到没有货了，现在紧急在追加，所以现在市面上看不到，这个是限量的。东影，对对对，不过就是后面就会有了，对，在网络上就是就已经看到，对，好。好，再下来这一首歌，今天我们的 Amy 和 Mike 要负责唱那个大家很熟的口水歌。等一下后面有很棒的西洋经典跟很棒的蓝调。我们是负责炒热气氛，对，好不好？大咖在后面。对，我们是暖场乐坊。这首歌是李荣浩的歌，叫做《年少有为》，送给各位，跟老板一样年少有为，耶、yeah ！谢。怎么会呢？居然年少有为，我年少斜杠中年，可以了，斜杠可以，斜杠可以，斜杠。好，再来这首歌送给大家。你怕我每一个都留一半带头，给
烦，可怎么去日夜颠倒连头光，也走不到墙板，被我砸烂到现在也难受。一万个多久以后我每个都留一半带走，愿你信我，愿好聚好你就将变成为何，原来心疼我，我的时候不是唱歌的技能吗？是吗？大家都通过考试了的感觉。其实对，真的我真的有没有啦？我是说那个，就在争这个小帮手的时候，我都会要求讯息要聊一下，对不对？对不对？对，先认识一下彼此这样子。对，然后对啊，其实很做甘心的样子。对，非常感动我。这个历年来所认识的这个小帮手都非常棒，非常优秀，到现在都变成很好的朋友，然后每年都有在联络，对，甚至，对啊，你也知道，我们可能还有可能会这个在台湾开店什么之类的，对，都会一起，对，做创业，所以非常开心。所以我觉得这个一路上遇到很多有缘人，而且很多善良的朋友，那互相帮忙，互相学习啊，对，在他们身上我会学到很多东西。对，所以在这边也是要很谢谢你们。好感人的告白哦！这么告白？对啊，因为平常在工作上面，其实俊哲老师是要求非常严谨的一个那个老大，对，但是就是为了让大家现在这么舒服的能够用在这边享受，所以所有的准备跟辛苦呢，就辛苦你们小帮手。我也很好奇，那如果要来应征，有什么诀窍？老板你会录取什么样的小帮手？搞不好台下有人跃跃欲试。就是要聊一下的，交点点要聊，要聊一下。没有什么，只要我觉得是热忱吧，热忱很重要，对，然后单纯很重要，对，对，然后乐观很重要，对。不会，我觉得来这边的小帮手进来都彻底比，就是一间很开心的店。热情，热情很重要。而且他们是从同一个地方来的，对不对？你们都是从彰化吗？因为彰化，因为台南。还有。都是从好吃的地方来的，台南好，对啊，有同乡吗？台下的朋友，他们都是东引的在地人吗？台下有没有从台湾特地来旅游啊，或是跑马拉松的朋友？从哪边来？桃园。桃园？桃园是哪一位？真是桃园啊！我也是桃园哎。对，我从桃园搬过来这里，桃园市。你在怂恿人家也要搬过来？我没有啦。好，那就要带来下一首歌曲了。这首歌唱完之后呢，我们就把时间留给我们下一位的表演者。哎，对。这首歌叫做《The One You Love》，送给你们。你可以搜寻我们的粉丝专页哦。介绍一下，介绍一下。上面有我们的那个。
相关的一些讯息，还有这个诗集呢，里面有声音老师的作品就在里面，麦克老师的作品就在里面，然后诗是我写的，还有一首那个 MV 的单曲，也在南竿拍的，南竿的金沙拍的 MV。好，带来这首歌的 One You Love。那当然最重要的就是常常要来我们这边玩，难得有夜生活了，马祖万岁！ Yeah. 真的。好。那我每次来马祖都是哇，到了晚上就只能回民宿睡觉，对啊，超无聊的。终于。然后带来这首的 One You Love 送给大家。
Thank you.
我们的麦克老师终于上台了，应该要来好好的跟好好跟大家在台上介绍一下这个活动，敬各位，好不好？谢谢，谢谢，来来来，谢谢。来，请各位，谢谢，谢谢，希望大家开心，大家开心，最开心，来，最开心，把力来一下。台上邀请到我们的麦克，希望可以麦克可以跟大家好好来介绍一下这两天的活动到底是什么，好好来跟大家，还有我们观众哦，观众在线上，好好介绍一下我们的活动。对对对，因为那个在东营啊，缺的就是娱乐，对不对？这个硬邦邦的这个军旅生活，真的让大家实在是太辛苦了，对。所以呢，我觉得音乐调剂是最好的一个方式，大家可以同乐同欢。于是呢，因为大家在这边呢，小岛嘛，那大家都很辛苦啊，想说工作也很辛苦，那当兵也很辛苦，所以呢，就弄一个小酒吧。对啊，对啊，对啊，真的真的，大家都很辛苦，对，辛苦，是是是，所以就弄一个这个小酒吧，然后跟大家同乐一下，开心一下，好不好？小，但是我相信这个大家热情不小啊，对，大家能够玩开心一点，好不好？那在这边我们这个活动叫做“当我们同在一起”，我觉得这个意义很重要。当我们同在一起，可以做很多事情，可以很开心，可以很快乐，可以做很多有意义的，对不对？然后替自己留下很美好的回忆。所以这个活动其实到现在已经连续三年了。之前我在这边，我自己掏腰包办音乐季，办很多次。然后，对啊，也有很多朋友的支持啊。那现在有这个自己的场地啊，一个小酒吧，就把这个活动摆在里面。虽然小，但是我觉得很温馨，啊，很开心。那在这边呢，也邀请到这个小老鹰的主唱小石，还有我们日本来的朋友，优秀，啊，昨天还有 Rocket，请多多指教，哎呀，请多多指教。待会呢，哎，那个也许就要带来很精彩的表演，好不好？也请各位大家可以这个最热烈的掌声，是吗？我们好久都成梦比哦，所以等一下，请大家期待一下呢，来自日本朋友的表演，来带来下一首歌曲，来帮我把这首歌是我们的合唱，耶，来合唱，来合唱。Do you hear me talking to you? Cross the water, cross the deep blue ocean, I'm burning open sky. Oh my, baby, I'm trying.She had one more kiss and wait for
to heaven when we have been lucky to be coming home again. Lucky we're rolling everywhere. Lucky to have stayed when we have said lucky to be coming home someday. To the sea, to the silent way we meet. Hear the music, feel the air, put the flower in your hand. Let the breezes fill the trees. I'm not so pretty, you ought to see. As the work shifts behind the rug, you held me right here, right now.好，这首歌 Lucky 也很像马祖的味道，我觉得。还有有点恋爱的味道。真的哦，哎呦，不错哦。赶快看看旁边有没有什么好对象，看一下哦。哎，后面的也不错哦。不要啦，表示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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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我结婚了。好了，再来这首歌曲是也是我们的创作歌。那这首歌它就收在墙壁上面那本粉红色的诗集里面。对，这是呢由我跟俊仔老师一起写的一首歌曲，歌名叫做《偕老》，要送给大家。好，我们再。我们在这本诗集里面呢、也有把 MV 也装进去了。 MV 是在南竿的金沙拍摄的，就是拍了这一首只有买诗集的人才看得到，那这个是没有公开的一支 MV。 那送给大家的一首歌叫做《偕老》。
最需要答案。随季节转最后一版的那个歌词，对，在船上摇摇晃晃的把它写完的一首歌，对，可以，对，希望会喜欢，当然会喜欢，对，海沙，好，那要再来的这个时段的最后一首歌，可是今天有一整天的时间，有很多的姐妹要带来的一首歌曲，大家都很熟悉。叫做小情歌送给各位，谢谢。